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我们现在要来打坏死神经这个地狱级，然后我们用英奇都来一次解双成就哦。那这个关卡资讯看起来其实好像就是在做给英奇都打的，不止不怕累积消除12案50案，也不用怕什么技能被重置哦。那技能封锁你也可以解锁哦，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关卡。来，第一关累积消除12颗案哦，这边的话电极位置。好，这个电极位置其实不太讨喜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想办法去弄掉它吧。来，这样子，马上就消除12颗暗了，可是我控了一回合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这边的话再直接转，哼。好，第一关就这样带走。来，第二关红绿灯，然后不要消到光。这个红绿灯是不是有一点小看我？好，来，接着来到第三关，大于等于七康，然后有电极珠哈。来，这个电极珠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。哦，好像温和的，不过这边少一颗。对，我最讨厌这样东少一颗西少一颗的时候了。好，这个光珠呢，我们看它什么时候愿意掉下来哈。好，来，现在又继续电，那这个继续电其实也是没什么大碍，因为它刚好帮我叠好珠了。大家有看到这个美妙的版面吗？好，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第四关。来，第四关这边的话是那个锁定围城哈，英奇都还没有跳，没差，我们就直接一个手转，看能不能直接破它的化血围城，而且重点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血量哦，现在是没有骷髅头的状态，表示我们英奇都的血量是可以挨过去的哈。好，这边跳就开，来这边就直接转啦，来这样子。好，接着下一关这个新围城哈，这边不管你要开申公豹或者是弃天地，原理都是一样的啦哈，就是把它变成整版都是暗就对了，只差说弃天地还有那个背攻哈，那申公豹就是纯粹帮你转出暗强化这样而已。好，来这边扣血 90%， 然后会射你一行，整体来说算是比较佛的一关了。好，来接着就到王冠了哈，进场会先把你的暗转成光，然后还电击你，超讨厌。来这边我们先开这个，然后再开这个，然后再来 ，OK， 啊这边我们就试着解一下电击珠吧，安呢，好。17颗应该是这一回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了啦。呵，完美解决。来，下一关是那个暗强化拼图哈，这边我们先来炸个板。看一下有没有这么刚好五颗暗子，没有。好，来这边我们开招，来然后叠上去，来把暗强化塞进来哈。
好，这边英奇都无脑临时通关还双成就齁，给大家做参考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